今天是春节，也是中国科幻大片《流浪地球》开播的首日。我相信许多小伙伴们已经怀着激动的小心情驻足电影院了。《流浪地球》短片，《流浪地球》短片，《流浪地球》短片，目前是开播第一天，它的票房已经破亿。虽然仅次于《新喜剧之王》，但也不否定接下来的几天会出现赶超，所以未来几日如何，还是未知数。图文仅供参考，图文仅供参考。那么对于电影票房的未知数可能会在几日揭晓，但对于现实中的地球来说，未来将要面临什么谁也不好说，太阳又将会步入何种结局，仍然世事难料。图文仅供参考，图文仅供参考。其实我们的太阳，它让我们沐浴在阳光与能量下达45亿年之久，但就像宇宙中的万物，我们的恒星太阳最终会死亡，地球也会消融在晚霞中。据美国科学家克雷格·德弗雷斯特表示，当太阳比现在明亮100倍时，它将焚烧掉整个地球表面，所以组成大陆的岩石都将溶解进奔腾的熔岩，地球将不适合居住。图文仅供参考，图文仅供参考。太阳灭亡将会对我们的宇宙产生深远的影响。我们依赖这颗处于太阳系中心的恒星，当核心温度达到华氏3000万度时，这颗冒着巨大气泡的球体可以轻易装下超过100万个地球。太阳相距地球有大约14880万公里，这是地球不至于过冷或过热，对于海洋能保持液态水的状态和生命的多样性来说，这是一个完美的距离。图文仅供参考，图文仅供参考。研究者亚历克斯·菲利班克表示，我们非常需要太阳的能量来生存。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植物利用太阳光的能量进行光合作用来生长，图文仅供参考。其次，我们和其他动物均以植物为食，同时我们还食用其他动物，我们还将部分腐烂的植物用作燃料，风也同样是由太阳的热度形成的，图文仅供参考，图文仅供参考。因此在生活的处，我们都在使用太阳的能量，所有这些支持生命的光和热都来自太阳的核心，一个由3/4地氢、其余大多为氦和其他重金属元素组成的巨大反应堆，氢原子聚变成为氦原子，这一过程称为聚变。在宇宙中从不会缺少的是星云，它是由濒死的恒星残骸组成，这些星云像温床一样，为太阳这样的恒星诞生提供条件。图文仅供参考，图文仅供参考，图文仅供参考。研究者道格·邓肯表示，大约在45亿年前，一团巨大的由气体尘埃组成的云团在重力的作用下聚集到一起，且该云团在重力的作用下瓦解，释放了大量的能量而迅速升温，并最终在核反应堆的中心，氢原子开始转变为氦原子，一颗新星诞生了。图文仅供参考，图文仅供参考。剩下的星球物质在新生的太阳周围旋转、碰撞、结合，最终雕刻成了包括地球在内太阳系的八大行星，而且太阳真正的颜色与其日出时我们看到的截然不同。实际上，我们的太阳是白色的恒星，而不是黄色的。实际上，它的光谱波峰是在黄光的范围内，但它也同时散发出黄光、蓝光、绿光与红光，它被我们的视网膜感知为白光。图文仅供参考。现在，我们的太阳进入中年，比年轻时更安静且规律时段，但它仍然产生着大量的能量。在未来的11年中，我们的太阳光度会比现在明亮 10%， 同时我们行星的温度也会提高到100多度。人类也只会在白天躲避地下城，晚上才会出来，但随着温度不断攀升，人类最终无处可躲。图文仅供参考。在未来的31亿年中，我们的太阳将会比现在明亮 40%， 到那时海洋会完全蒸发掉，地球将会变成一片荒漠。然而地球的噩梦远未结束，当太阳逐步迈入它第10个11岁的生日，最剧烈的变化也将会发生。如果类似于人类的文明依旧存在，那么当太阳最终填充了整个地平线时，图文仅供参考，他们的选择又会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在预料之中的结果。当太阳到100亿岁的时候，
它会耗尽内核的所有氢，这会是我们这颗恒星灭亡的开始，并且它不会在平静中灭亡。天文学者霍利·吉尔伯特博士表示，当太阳耗尽它的氢燃料时，它将开始自我收缩，因为它不再是通过氢聚变创造辐射向外的压力平衡向内的引力。虽然氢聚变将停止在核心，它将以最快的速率在内核周围进行聚变，额外的能量将扩大太阳的外层。图完提供参考。克雷格德弗雷斯特表示，这将意味着太阳会变得更大更亮，因为当其内核加剧收缩时，氢原子将继续聚变，而氢聚变生成的能量将导致太阳的外层不断扩大，使之变成一颗红巨星。在最初的红巨星阶段，太阳将发生灾难性的变化，我们的太阳将会膨胀到原始大小20到30倍，比现在要明亮100倍。当太阳变成红巨星时，它会向外扩张，并同时吞并水星焚化它，并最终将它完全吞噬。图兰仅供参考。下一步它将继续扩大到金星，接下来的几百年或几千年，太阳将会进行有规律的内部收缩和外部扩张。然而科学文献中还存在地球会被吞并的辩论。图文仅供参考。图文仅供参考。现在天文学家们对于我们这个星球的最终命运有了一个可靠的预测。现在光学望远镜可以逮捕遥远的外太空濒临死亡的恒星作为参考。近期研究表明，在合适的宇宙组成条件下，一个令人震惊的截然不同的命运可能在等待着我们脆弱的星球。当太阳不断膨胀并缓慢威逼地球时，它的太阳风也将会扩大。数据表明，如果太阳风吹掉大约 30% 的太阳质量，它的引力削弱到足以让地球脱离它活动。如果我们幸运的话，地球轨道将得以舒展扩大，将错过太阳的扩大，我们不会被焚烧。图完仅供参考。当太阳耗尽它所有的燃料时，就会变成一个密度极大的白矮星。假如太阳在红巨星时靠近地球，我们保持原样，我们就会被炸碎。但当太阳变成白矮星时，我们保持原样，我们会被推入冰窖。然而会有一些地区的生命得以幸存，例如在海洋深处。研究者道格·邓肯表示，在太阳变成白矮星后，它只会变得冷上加冷，得不到任何能量。如果你坚持时间足够长，你可以体验到火星与冰星。图文仅供参考。图文仅供参考。图文仅供参考。然而太阳自己的命运永远是未知的，作为一颗白矮星，它只能变得更加暗淡和冰冷。这颗曾经给太阳系提供巨大能量的恒星最终将消失如烟。图文仅供参考。图文仅供参考。当太阳大幅度冷却，你甚至无法用肉眼看到它，这就是有些人称之为黑矮星，它将化为无形，永远存在于宇宙中。但是一个恒星的灭亡又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系统，我们的太阳产生的星云最终会混合在一起，与其他恒星物质一起产生下一代的恒星，它也可能孕育出像地球一样充满生命的行星。图文